与关晓彤自公开恋情后，不时在社群平台上放闪，稳定交往多年的他们感情依旧十分甜蜜，让众人直呼羡慕。关晓彤近期主演的新剧《小巷人家》开播，她在个人微博上发文宣传，男友鹿晗也随即转发，并热情呼吁大家记得收看，力挺女友的新作品。没想到不久后，鹿晗却悄悄删除了这条转发，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，相关话题甚至立刻登上微博热搜。有人猜测是关晓彤的粉丝不满，认为鹿晗的转发会影响剧中 CP 的热度，让 CP 粉无法投入观看剧集；又有人认为这是两人故意炒作，想要借此增加话题度，甚至有网友猜测是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。不过这些都只是网友们的猜测，真实原因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，而鹿晗与关晓彤都没有对此做出回应。